你不要叫他。你不要碰他，你要在旁边睡，你要进来，随时在他下面保护他，这样子。可能要抓紧吼。不要跟人家抢路哦！不要跟人家抢路了。还好哈。弟弟有没有上去不重要，安全最重要哦。我这边上去好了啦，别挡了，哎呦！我下来了，哎呀，我先爬呀。要不要我们去看戏？有人加油。要小心哦，看地方。我看到你哦，好厉害哦！没有，他可以上去的，他可以上去的。他刚刚爬到最上面，对不对？哈。你刚刚有没有到上面啊？你就下来了。那陈家自己下来哟。陈家好哈，他完全不需要帮忙哎。对他不需要啊，最后面可能需要，你要看地板才路哦。好，哇、哦！爸爸你踩在一个，等一下踩我眼镜上面的。看低的，看低在哪里？小心爸爸，你不要被他脚踢到哦！太大只，这边很难移动。你是一个被困住的，会困住的星星的感觉。他下来了啦！哎呦，完美降落！对啊，他完全不需要，很棒，很厉害的哦！吼，很这么厉害。好什么？你好是什么意思？你好什么？对你很厉害，所以你还要再上去一次哦。好。